眨，眨眼的眨。这个人呀，正在眨眼睛，他眨呀眨，眨呀眨，好像在说：“小朋友你好，小朋友你好。”所以这个字念眨，眨眼睛的眨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眨，眨眼睛的眨。柳，柳树的柳，柳条的柳。这里呀，有两根柳树的枝条，风一吹过来，柳条就飘起来，柳条好像在跳舞呢，所以这个字念柳，柳条的柳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柳，柳条的柳。杨，杨树的杨。瞧，这是一棵杨树，杨树很直很高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杨树有很多用途呢，我们都要保护杨树，所以这个字念杨，杨树的杨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杨，杨树的杨。公，公鸡的公。瞧，这儿有只老鼠在偷米，大家一起攻击它。我要攻击你，我要攻击你，我也要攻击你，大家都要攻击它，所以这个字念公，公鸡的公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公，公鸡的公。蚊，蚊子的蚊。一只蚊子飞来了，这是一只可恶的蚊子。蚊子飞来飞去，它还想叮人呢。呀，这里还有一只大蚊子呢，所以这个字念蚊，蚊子的蚊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蚊，蚊子的蚊。位，位子的位，座位的位。这里有几个位子呢？一个位子，两个位子，三个位子。这里有三个位子呢，这些位子都是给小朋友坐的。小朋友，快坐到位子上去吧。所以这个字念位，位子的位，座位的位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位，位子的位，座位的位。让，让座的让。东东很懂礼貌，他乘公交车时总会给老爷爷让座。他每次让座时，别人都夸奖他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给老爷爷让过座位呢？所以这个字念让，让座的让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让，让座的让。躺，躺下的躺。瞧，玲玲正躺在床上睡觉呢，她躺在那里可乖了，所以这个字念躺，躺下的躺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躺，躺下的躺。椅，椅子的椅。瞧，这儿有两把椅子，一把是靠背椅，椅子的两边都可以坐人。还有一把椅子怎么少了一条腿呀？哦，原来这把椅子还没有坐好呢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少了的椅子腿在哪里吗？所以这个字念椅，椅子的椅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：椅，椅子的椅。奇，奇怪的奇。你看，这个人的帽子多奇怪呀，就像一个小人。
你说奇怪吗？所以这个字念奇，奇怪的奇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奇，奇怪的奇。怪，小怪物的怪。哇，这三只小怪物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快看，它们长得多奇怪啊，它们还怪怪的跳来跳去呢。小朋友，你见过这样的小怪物吗？所以这个字念怪，小怪物的怪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怪，小怪物的怪。蜜，蜂蜜的蜜。这里有好多蜜蜂，它们在采蜜，采来的花蜜可以制成甜甜的蜂蜜。哎呀，蜂蜜都流出来了。小朋友，你喜不喜欢吃蜂蜜呢？所以这个字念蜜，蜂蜜的蜜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蜜，蜂蜜的蜜。蜂，蜜蜂的蜂。这里呀，有一只蜜蜂，这只蜜蜂可勤劳了，这只蜜蜂正在花丛中采蜜呢，所以这个字念蜂，蜜蜂的蜂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蜂，蜜蜂的蜂。蜻，蜻蜓的蜻。这里呀，有一只蜻蜓，蜻蜓正在空中给小朋友跳舞呢。看，蜻蜓跳得多美呀，所以这个字念蜻，蜻蜓的蜻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蜻，蜻蜓的蜻。蜓，蜻蜓的蜓。这里有两只漂亮的蜻蜓，一只蜻蜓飞到了花苞上，一只蜻蜓正贴着湖面飞呢。你看蜻蜓多漂亮啊，所以这个字念蜓，蜻蜓的蜓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蜓，蜻蜓的蜓。缺，缺口的缺。这个人一拳锤下去，就将这个花盆砸出了一个缺口，花盆缺了好几块，这个缺口好大呀，所以这个字念缺，缺口的缺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缺，缺口的缺。标，目标的标。这个人啊，是个飞镖高手，他扔出一个飞镖，正中目标红心，他再扔一个飞镖，又中了目标红心。他高兴地说，我射中目标了，我射中目标了。所以这个字念标，目标的标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标，目标的标。几，几个的几。小朋友们，快来跟我数一数，这里有几个苹果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到底有几个呀？所以这个字念几，几个的几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几，几个的几。页，书页的页，页码的页。小朋友，你猜猜这本书一共有多少页？一页，两页，三页，啊，有很多很多页呢，我们数都数不完。所以这个字念页，书页的页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页，书页的页。睡，睡觉的睡。天晚了，该睡觉了。
宝宝在摇篮里睡着了，他们睡得好香啊。妈妈也睡了，她睡在宝宝的边上，所以这个字念睡，睡觉的睡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睡，睡觉的睡。桌，桌子的桌。这里呀，有一张桌子，这张桌子是木头做的，桌子上还有一盆小苗呢。小朋友，你家里有这样的桌子吗？所以这个字念桌，桌子的桌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桌，桌子的桌。珍，珍珠的珍。小朋友，你瞧，这里有好多珍珠，这些珍珠真漂亮啊，它们可以做成珍珠项链呢。所以这个字念珍，珍珠的珍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珍，珍珠的珍。珠，珍珠的珠。这些贝壳里呀，都长着珍珠，这些珍珠圆圆的，亮亮的，真美呀。小朋友，你看见过这么漂亮的珍珠吗？所以这个字念珠，珍珠的珠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珠，珍珠的珠。扔，扔球的扔。这个哥哥正在扔球，只见他啪一下扔出去一个球，啪一下又扔出一个球，所以这个字念扔，扔球的扔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扔，扔球的扔。休，休息的休。这两个小孩子玩累了，他们说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于是他们就靠在树下休息了，所以这个字念休，休息的休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休，休息的休。息，休息的息。这个小朋友啊，要休息了，他做完作业就躺到床上说，我要休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所以这个字念息，休息的息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息，休息的息。愿，愿望的愿。今天是小明的生日，小明许了一个愿望，他的愿望是戴上红领巾，成为一名少先队员。所以这个字念愿，愿望的愿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愿，愿望的愿。意，愿意的意。这两个小朋友呀，都愿意和对方做朋友，他们互相握着手说，我愿意和你做朋友，我也愿意和你做朋友。他们都很愿意和对方做朋友，所以这个字念意，愿意的意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，意，愿意的意。奇怪的木头。小应看到杨柳树上挂着一块木头，觉得很奇怪，拿下来一看，上面有六个字，拍三下就能飞。他很好奇，就拿起木头拍了三下，小应真的飞了起来。小应飞到了一个桃花林里，这儿的桃花开得红红的，
花上的水珠像珍珠一样闪啊闪，眨啊眨，好美呀！蜻蜓、蝴蝶、蜜蜂在花上飞来飞去。桃花林里生活着一群孔雀。晚上，孔雀变成好几个穿着七彩裙子的小姑娘，去帮助一位生病的老奶奶。他们来到老奶奶家里，有的擦灰尘，有的做饭，有的洗衣。老奶奶躺在椅子上休息，小姑娘给她读故事书，读了好几页。老奶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蚊子来进宫了，他们就为奶奶拍蚊子，让老奶奶睡个好觉。小应看了很感动，就在桃花林里做了几个路标，这样就不会迷路了。从此以后，每天晚上，小应都拿起木头拍三下，飞到桃花林里，来到老奶奶的家，和孔雀姑娘一起帮助老奶奶。老奶奶天天很开心，再也不缺少欢乐了。奇怪的木头。小应看到杨柳树上挂着一块木头，觉得很奇怪，拿下来一看，上面有六个字，拍三下就能飞。他很好奇，就拿起木头拍了三下，小应真的飞了起来。小应飞到了一个桃花林里，这儿的桃花开得红红的，花上的水珠像珍珠一样闪啊闪，眨啊眨，好美呀！蜻蜓、蝴蝶、蜜蜂在花上飞来飞去。桃花林里生活着一群孔雀。晚上，孔雀变成好几个穿着七彩裙子的小姑娘，去帮助一位生病的老奶奶。他们来到老奶奶家里，有的擦灰尘，有的做饭，有的洗衣。老奶奶躺在椅子上休息，小姑娘给她读故事书，读了好几页。老奶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蚊子来进宫了，他们就为奶奶拍蚊子，让老奶奶睡个好觉。小应看了很感动，就在桃花林里做了几个路标，这样就不会迷路了。从此以后，每天晚上，小应都拿起木头拍三下，飞到桃花林里，来到老奶奶的家，和孔雀姑娘一起帮助老奶奶。老奶奶天天很开心，再也不缺少欢乐了。Thank you.
闻。挤，羊，扔，睡，停，愿，西，让。让。让。真，标，柳。